得起房子吗？你更买不起房子了吧？你更买不起房子了吧？哦，都讲奶粉，后面学费一直涨。这些东西，不止油价、奶粉、泡面、鸡蛋、你妈鸡巴，甚至是干炸物，都一直涨，而且不停的涨，这真的要命！那再一个吧，你受得了吗？你受得了，受不了？我就是要这么做。如果有意见，看不清楚图谱。如果有意见，你就是赚不到公务员。我有创意，我有200亿，我有黄金，我会输这里啊！你找到你要找的工作。你现在根本没找不到工作了吧？将军不愿意吧？去做外送，好吧？他们就这样讲的吧？做外送都一个月都8万-10万，你薪水会增加吗？有从24000涨到26800，但是你的房子从1平的10万涨到1平50万。